pick up 找谁呀？就是找他那个写个东西，你写个东西地址，然后我写一个对，对，拉张纸让我授权。对，你那个你不打一个更好，更正规，你网上打一张什么东西，你手写写到纸上，网上打一个吧。哦，对吧？网上打一个你比较。签字是吧？对，你打一个，然后签个字，拿到这个。刚才他就要。你的原件啊？对，我把那个。你原件一看给他，他就高兴了嘛？对对。就是你这个不是来开玩笑的。你这个是正规。老公，你看这啊，这就是今天赚到目前为止赚的钱。多少？总数在哪？现在是18000，一万，刚才20000差点。嗯。今天如果今天那个倒金子。跟他爷爷每天，他爷爷回去了。爷爷回美国去了。回美国去了。对。美国是你家谁在那里？我姐姐在那。哦，这样。你姐姐在那里啊？对，那他谁给你看小孩？不用看，现在都大了。不看了。现在基本上都不用看了。那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孩子。对。那我给你打一个。对，打一个正规的，因为要不然以后别人冒有一个东西。不是走到那里去，这是有一个正式的文件。对，他不是，他那个他觉得你正规。找谁对吧？多少接到多少号？那个拿了需要存吗？不需要。要存，就存在那里。也拿到刚才存，我其实是存一个 branch， 存不要那个，我给你一个卡。你要给我们一个卡，就直接就存就行了。对，你就不用拿过来了。存到明天又要那个人写物证。嗯，对啊。刚才我去。今天你带进小强，你要小强把那个，你要小强，你就明天请客，你说。拿张纸，拿张那个。这我打印出来。